大陆官方宣布20条促进消费政策，加大马力冲刺内需市场，内容包括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员工该休的假绝对不能扣客薪水，也严禁各地不能新增汽车限购的措施。由于到大陆物价相对便宜，香港人北上到深圳旅游的购物也明显增多。背个背包，带个简单行李，星期六日2天休假就到广东深圳逛逛。自从2月6号大陆和香港全面通关后，香港市民北上到深圳明显增多。马上要去吃东西，吃广东的点心，然后再去一些景点打卡。我们都有5个人住一个晚上。根据深圳边检总站数据，通关至今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已经超过7000万人次，尤其现在正值暑假旅游旺季，客流更多。近期我们的出入境客流那已经持续增长啊，日均已经达到了50万啊。那么周末的话呢，可能周末的日均达到了60万。那么最高的时候可以基本上接近70万。通关的便利性迅速激发两地往来，最直接的就是在深圳口岸周边商场、餐厅等生意好得不得了。我觉得很便宜，香港买一个头是40块，最便宜的，又买了4个。日均的话，大概。客流能去到10000的人次，香港的顾客占比到60%左右。超市挤满香港人，想吃生鲜现煮还要排队。看准消费物价较低，香港人就近到深圳抢购，不仅是买东西，连到牙医诊所洗牙、植牙等生活性消费也成了香港人到深圳目的。现在暑假期一天能接到70多个的香港客。今天的话，目前的话，就是从早上到现在的话，有30多个香港客人了。我们工作的时长是6点多钟，有时候最长加班到10点多钟。在大陆看牙治疗价格原本就比香港低，去年起大陆扩大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将植牙纳入后，费用更具优势。通关后，香港人到深圳找牙医的更多了。我们这个客流量增加了60%，这个营收大概也增加了400%，和香港的区别呢，大概低端种植牙大概就差到3到4千，特别是高端种植牙有的差到将近1万。除了看牙，美容美发也因为在深圳的收费相较便宜，香港顾客订单增加。而香港人习惯用现金，大陆多以行动支付，为此官方推行的数位人民币还特别允许香港人不需要在大陆开通银行账户，凭回乡证就能申领一张数位人民币硬钱包卡，然后透过联通能用香港八达通内的余额来消费，挺方便的。因为现在就说我们在香港的话都是用现金消费比较多嘛，那现在过来的话有这个数字名卡的话，就说我平时在这过来就不用换现金了，它还有折扣。八达通啊，在香港高频使用，跟咱们内地的这个支付手段，就以这个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的方式互联互通起来，那以后会有相当的一个使用的空间。以往都是强调陆客在香港旅游购物商机，现在官方也重视香港人到大陆的消费力。正处于经济复苏不理想的大陆，对于任何刺激内需的机会都不放过。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提出20条促消费措施，硬起来要救经济。一些消费品类增长势头仍不稳固，一些居民朋友的消费信心不强，顾虑不少，一些领域消费体验不佳，感受不好，需要政策进一步加力。20条政策中，在日常民生方面，要求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员工该休的假绝对不能克扣薪水。另外，鼓励分批休假，景区门票减免，博物馆营业时间延长等。在大宗商品稳定车市方面，则严禁各地区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减免政策，全免是到2025年底，半免是2026、2027年。20条促消费只是开端，下半年大陆官方在政策上拼经济举措会越来越频繁。市场认为，如果没能挽回经济颓势，延续低迷状态，恐怕难以完成全年 GDP 保5%成长目标。T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BS 新闻网 APP。